会，有人打算刺杀中将。电报就你们四人听说过，老鬼就在你们四个人里面。想也知道老鬼是谁。衣服开线了，这里应该有针线吧，我来帮你缝。唐山皮影戏啊，怎么吴大队长也是唐山老亭人？那也真是巧了。您尽管问。我就一句，老子不知道。不清楚。你也不想想，我那里谁的黑底没有，包括你的。别忘了，老子官还大你一届呢。我吴某人跟随汪主席那么多年，岂有岂是你这种朝秦暮楚人可以理解？一切都是按程序来的。把他们对彼此的话放出去，看看谁是老大。早点走，别怕伤筋骨。哎，瞎嚷嚷什么呀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们，都是自己人。血口喷人的，都他妈是自己人。这个老鬼比想象的要狡猾一点，就用他去试一下。哦，你是说你那个清洁工？对，难怪要留到他现在。他们没了老鬼的消息一定是急了，所以那个清洁工才会提前几天过来上班。老鬼现在很急躁，你知道吗？他越是急着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，就越说明他越容易露出马脚，知道吗？试一下吧，可以试试他。好嘞，各位，请。这几天辛苦大家了，委屈你们了，请。老桑过来收一下餐盘。今天这三个人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？李林玉，李林玉，对，他今天地盘的时候瞪了老何一眼。不，你得反过来想，老头递盘子给他，还是跟老头有眼神交流，对吧？这是很正常的表现，正常的在陌生人靠近的时候有眼神交流，是一种保护意识。相反，我倒觉得另外两个人有问题。你发现没有？对，顾小梦跟吴志博他们今天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老何影，说明在刻意回避。老鬼就在他们两个人里面。嗯，绝对。去吧。我就是老枪，我没领举报过。
说什么呢？你中午吃饭的时候掉了根烟，那根烟上有暗号。顾小梦，你别他妈血口喷人，我老皮是没得罪你啊。你就是老鬼，你究竟还想害死多少人？顾小梦，再说一遍，放手，住手。私密吧，再笑一颗。顾小姐，你可以安心回去了，这没你的事。黄处长，对吴世国用刑。你知不知道你们俩被锁定了？我知道不是吴大队长。玉姐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现在，刚刚是瞎猜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？是命重要还是任务重要？玉姐，帮我个忙，举报我。我在顾小梦的被子里发现吴大队长是被陷害的。走，快走。没人知道顾小梦在里面经历了怎样的折磨，顾小梦就这样死了。留下这份记录，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，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。我亲爱的人，我对你们如此绝情，只因能足以到存亡之际，我辈只能奋不顾身，挽救于万一。我的肉体即将陨灭，但灵魂与你们同在。敌人不会了解，老鬼、老枪不是个人，而是一种精神，一种信仰。说完了，说完了，我操！我真的是。我就是老钱，我没理你举报我。我笑什么？顾小梦，顾小梦！啊！人呢？人呢？顾小梦，我跟你讲，人呢？我他妈的！啊！妈的！我死你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靠！